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。今天呢，我又来给大家分享万人号啦。这个万人号呢是应用宝端的。我们呢先来看看这个万人号的图鉴解锁方面。这个万人号可是有点穷啊！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。我经常会从粉丝列表、私信区和评论区抽我们的小伙伴送永久皮肤的，并且万人号呢也是每天更新哦。喜欢玩万人号的小伙伴，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哦。我们现在看这个万人号的，它的这个皮肤呢是很多的，虽然说图鉴解锁的不多，但是皮肤真的是很多啊。有这个女生喜欢的兔美美，还有华乐，这两个皮肤呢虽然说不是很稀有，但是下面的两个皮肤绝对稀有。擎天柱，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吧，擎天柱可是已经绝版的皮肤哦。还有这个威震天，这就是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玩的万人号，它的亮点就在于这两款皮肤。喜欢玩的小伙伴呢，记得要上号体验哦。就这两款皮肤现在已经是购买不到了，只能通过万人号我们来体验一下。但是这个万人号的坐骑也是和这个角色方面的解锁都是很少的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来给大家把万人号的登录密码告诉大家。上面呢是登录账号，下方呢是登录密码，大家记得是应用宝端口哦。小伙伴们现在就可以去体验啦。好，现在呢是我使用的这个威震天啊，我现在是到达了游戏中。这个威震天呢，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皮肤的，因为它呢是有一个坦克形态，也是可以直接加速的，非常的棒。喜欢玩万人号的小伙伴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哦。万人号一手资讯就在这里啦。